同学，哎、欸、，Peggy， 有什么饼干点心顺便拿进来。谢谢招待。你来炫耀你的胜利，我展现风度罢了。嗯，是你赢了，但我当事人把我开除了，害我打不了官司。没有，但是在法律攻防上，你还是逼得我当事人不得不自首，不是吗？好了好了，停手。谢谢。上次那个巧克力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上次你送我的巧克力，我一直没吃，现在你比较需要。这不是你开的头吗？你觉得78%还是90%哪一个比较好？嗯，78%，要甜一点。甜一点比较好，糖分可以帮你解忧郁。我没有忧郁症啊，很快就会有了。等输了官司，我再送你一包。呀、yeah?。你送我巧克力，祝我输，我礼尚往来，祝你输吧。你自己挑巧克力应该不错吧？他妈多来几个，我天天送你 ，OK？ 好，问题是可以等承诺再送我吧？你这个动作不是在提醒我小心接招 ？Why？ 你想太多了。我怎么觉得你怪怪的？跟你以前不太一样，有吗？我不觉得。好，最后一个问题，请问，那个简讯是你吗？什么简讯？大家好，我是胡宇威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跟我一起支持王牌辩护人。